你这个脸，好了，我再传给你照片。 刚看那一张单，说张庆伟要唱苏伟在哪里，我就想说，嗨哥比较适合搞笑王啦，对不对？快点！庆伟，你个闹人啊！庆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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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的同学在哪里？ 好热哦，那边还那么多人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到我们去拍照啦？哎，你在看什么？哪有看什么？刚才屁事哦，爱问。事儿不行哦，奇怪。走了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啦，这么胖，等下掉条断掉。你才胖啦！哦。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吧？肚子好痛。 我跟老师讲一下我的，我很不熟悉啊。好好，看起来不舒服哎。我也想。没关系啊，外套给你。真的没有关系。没关系啊，真的。我顾一下。哎，你等下赶快好好去休息。老师，谢谢。雅韵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先带回去休息。谢谢。谢谢。雅韵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痛，回车上休息。看起来有点舒服。好冷，我跟你讲。地上去。 我往前了，奇怪，往前了。哦，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了。对吗？还有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他吃不下了，好了好了。看看要封神啊！ 包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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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
不然我喝掉了。嗯，然后呢？嘴巴擦的邋里邋遢的。哎，你们要走了？哎，我们要去拍照，你要去吗？我等下再跟你们去。拜拜，拜拜，快点啊！嗯。 你在干嘛？很好吃哎，要不要吃？不要。你要不要吃啊？有病哦，怎样啦？嗯，那个呀，要不要我拿给李雅玉？我觉得你可能不是他的菜。 白痴哦，我不喜欢他，快点啦，就帮我拿一次就好。嗯，也就是说你没希望啦。快点啦！ 拜拜，我先走啦。
你那里有菜哦。319号房是刘家纯、刘子轩、李雅杰、胡亮宇跟薛小珍。3120号房是林小玲、刘其珍、何怡婷跟廖若婷。哎，来了。再来321号房是张庆伟、陈宗宏、陈永林跟汪佑翔。来，庆伟，谢谢。哎，张庆伟，我都知道你会弹吉他哎。应该是挺会买昨天吉他。312号房是李雅玉、张成真、王丹妮跟高玉如。来，再来323号房是。叶昌琪班长故意的哈，把利亚玉放在旁边。才艺表演热身啦！吉他会不会有点帅啊？三号房是张树怀、林梦杰、杨世全。哎，你认真一点啦！吉他弦很瘦哎，感觉要整个换弦。不用吧，很好啊。不然你再调调看啊。我试过很多次，跟以前就是不一样啊。那不然我帮你换啊。你们要听我说话啦。喂，好啊，你换啊。哎，你不练了？我出去一下，我等下就回来。够没有啊？你把蝴蝶结送给阿红了。嗯。为什么？我看他很像很喜欢。他把它丢在餐桌上哎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了吗？开玩笑啊，让大家觉得你跟班长在一起就好啊。我觉得你们很配耶。我觉得你跟小玲也很配啊。对啊，就我们两个最不配了。你先出去吧，
我还要换衣服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当兵的时候，哇哦 ，such a wonderful performance， 真的是好听到我的耳朵都快要怀孕了，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今夏最火辣的女子团体为我们带来的热舞表演。Are you ready？ 尖叫声！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Sexy Baby 雅玉以及神秘小野猫阿红为我们带来的热舞表演。Music。不好意思，借过来，不好意思，借过来，不好意思啊！拍照，来，帮我瞧一下，可以，这样，很会拍哦。你们在看什么？干嘛？小胖，你怎么了？你们要怎么了？你们在看什么了？干嘛做手机？借我看一下。不要激动，手机拿来呀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再这样，亚玉也不会喜欢你。哎，大家没事啦，还好吧？玉祥，我们要不要先播音乐？大家没关系啦。你们还好吧？他杀死了！杀死了！干我！杀我！堂姐，我唱的一定比你好听。你敢走音，你就死定了。You make me happy, make me cry. You make me angry, make me smile. 你时常没安全感。承诺时常变成伤害。